跳高起源于英国，最早由体操项目派生而出，是第一届奥运会原始比赛项目之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普及，20世纪前夜传入中国。因其特殊的属性，跳高逐渐成为人类征服重力、挑战水平高度的标杆。在北京田径运动会的赛场，新中国成立后，跳高运动蓬勃发展。郑凤荣、朱建华等老一辈运动健将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开创了国人挑战人类极限的先河。2013年，尘封27年的国内室内跳高纪录被破，一批跳高新秀的涌现，让跳高再度走入国人视线，成为国人最为期待的田径运动项目之一。可惜了我这双大长腿，小时候没有好好练习跳高，不然也跳个亚洲纪录，至少也是个东北纪录。喂，何老师，跳高是最原始的运动，也是最富有激情的运动，需要不断向新的高度发起挑战。这一段视频呢，就是现在呼声最高、大家最支持的当家网红运动员给你们下的战书。听说你们很厉害，我的天哪，谁给你们的自信？不知道你们跳高行不行？你们不用知道我是谁，因为我叫张国伟。张国伟，中国男子跳高领军人物。2013年全国室内田径锦标赛，张国伟凭借2.32米的成绩打破了全国室内跳高纪录。2015年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男子跳高比赛，张国伟以2.38米的成绩刷新了个人室外跳高纪录。在接下来的奥斯陆站比赛中，更是勇夺冠军，成为中国跳高史上当之无愧的最强王者。恭喜张国伟。同时，独具个性的气质和形象也使他收获了大批粉丝。先来看王宇刚才这一跳。王宇，2013年国际田联挑战赛冠军。郭晋奇，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运动健将称号的跳高新星。他们是张国伟的国家队队友，是中国跳高界不可或缺的新兴力量。这三位追风少年是中国跳高的未来之星，更是国人为之疯狂的中国骄傲。切，快快呼叫 vivo X Play 6。收到。小薇，小薇，帮我们找几个得力的帮手吧。已为您找到合适人选。车怎么这么安静？我告诉你，这车是智能的油电混合型。像现在低速行驶的时候用的是电，加速的时候才用油。哦，厉害了我的车，这么高级。今天咱们面对的是跳高界的神话倪诗流，中国跳的最高的那个。2.38米是吧？张国伟。您就这么坐着是吗？我不一定这么坐，我还可能别的坐。几百种坐法？28。有108种姿势。我今天跟他比叫嚣，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实力，我一定会努力的，你们等着吧。让他们真正见识一下王者跟青铜的差距。虐菜，还用加油吗？咱还用补镜吗？不要。这么早还没吃早饭吧？我给你准备姜蓉猴骨米稀，你尝尝。好香啊。
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vivo X Play 6曲屏双摄新旗舰。本节目由乐享非凡的 vivo 手机独家冠名。本节目由百万车主智慧之选雷克萨斯致混动特约播出。胃不好，养胃早餐。本节目指定养胃产品江中猴菇牌米稀。欢迎登录独家视频平台爱奇艺，观看节目完整内容。欢迎收看 vivo 来吧冠军，有请节目仲裁何炅。公不公平，看我心情，超越自己，来吧冠军。谢谢，欢迎大家来到 vivo 来吧冠军，我是仲裁何炅，今天又来到一场非常精彩的比拼了。那么在这之前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四位颜值非常高的仲裁助理，来，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首先第一位是我们的黄俊杰、王倩、梁靖康、欧阳佳，另外在观众席当中还有我们 vivo 的吉祥物小 V。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见证的这个运动，或者说我们今天要挑战的这个运动呢，其实是自奥运诞生以来，我们一直都在不断地证明人到底可以有多大的潜能，而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证明我们自己可以克服地心引力到底能够去到哪里。相信大家应该猜到了，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跳高。而且我了解到的是，今天除了在赛场上有跳高水平的较量之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颜值方面的较量。是的，你没有猜错，今天来的几位冠军颜值都非常高。当然我们终结者队的两位队长颜值也是没话说，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亮队长和倩队长贾乃亮、宋倩。各位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变异的牛蛙组合。牛蛙组合，我喜欢你们组合的名字，你们这个组合的名字让我感觉有点饿。我跟倩倩呢，今天有幸的请来了我们两位嘉宾，一位他可能不是模特界里腿最长的，但他一定是模特界里面弹跳力最强的，号称弹跳小王子的李子峰。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子峰。还有一位呢，魏大勋。其实我也很纳闷，因为上回参加排球，你可能觉得我表现太好了。哥，今天我来，我是主要是支持你的，你放心，我们一定能赢。今天主要靠腿。是的。那么倩倩没有别的优势，腿长，对不对？倩倩，倩倩，作为队长之一，秀一个。秀啥？秀腿。哥。太厉害了哈！好，今天我们这个活泼的牛蛙组合呢，将要迎战的是我们三位的跳高界的健将。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冠军、世界锦标赛亚军张国维。让我们欢迎追风少年、跳高学霸王宇、跳高新星、运动健将郭晋奇。哇，太厉害了，太帅了，跟我一样帅，真的。怎么这边最帅是我？太棒了啊！是啊，这边最帅就是你。对，我颜值担当，看他们就算了。但是呢，今天我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幕后的小花絮。其实呢，国伟现在身上有点伤，对，今天来我们节目呢算是带伤上阵。那肯定就会有人说了，你们节目怎么这么不爱惜运动员，人家带伤了让人好好休息，还来节目里什么干什么。但是我知道国伟有自己的想法，为什么还是坚持带伤来到来吧冠军。既然是来吧冠军，我是特别向往这个节目。
我特别想让大家更多的认识跳高，而不是只认识足篮台。对，其实好。然后我今天也会跳，然后给大家表演跳高，谢谢大家。说得真好，说得真好。你们三位是中国跳得最高的人，但是不要小看我们，我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变异的牛蛙组合，你们要小心喽。哎，亮哥，你知道我们叫什么吗？你们叫什么？叫什么 ？PPBoy。我仿佛遇到了对手。TG Boy 是跳高男孩的意思。对，跳高男孩。观众朋友们，我解释完之后是不是觉得也没有那么厉害？好的，比赛之前我们先比比颜值，我觉得让我们倩倩来做评判。我呢用我的这个 vivo X Play 6来给大家拍个照，近一点。哎，好嘞。只有他们仨是清楚的，旁边都是虚的。对呀、啊，刚才明显是把我照进来，为什么没有我了？因为我用了那个双摄虚化，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冠军帅气的都是好清楚的，然后亮哥是虚的。你的颜值比他们爆表了，颜值爆表了，颜值爆表了，颜值爆表。不过这个功能真的好好，有的时候你不愿意照别人，别人非要蹭在你旁边的时候就给把它虚化掉。就是、想拍哪里就只拍哪里。你就是被那个嫌弃的人，你就是被嫌弃的那个人刚才。好，我相信呢，今天大家除了期待我们在跳高竞技场上的角逐之外，今天可以说是七位非常有颜值的运动员也会在场上带来让大家很养眼的表演。那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项的能力展示。我们下一个的能力展示，在这之前呢，我们的冠军提出呢，要用一个小小的互动来杀一杀我们终结者队的锐气。我个人是觉得不需要杀，这个锐气其实也没有多锐。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充满了斗志，浑身充满了力量。他们提出要借你用一下，怎么着？怎么讲呢？你来。不好意思啊，还是太帅了，先把我弄回去。谢谢。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里可以吗？可以。正面还是侧面？都行啊。这那你站正面吧，看着那个哈、啊，站好就行，别乱动，好吧？亮哥，低头，亮哥，啊，低头，对，低点头。我害怕。别怕，别怕。卖保险了吗？买保险了吗？没有买过保险。没，我们节目买了，我们等等买了20多块呢。好，来。我站好行不行？不要站好。你这样跳吧。亮哥，没事，别走。来，站好，来。你比谁都活泼。快回来！人家都跳完了。刚才发生了什么呀？其实也没啥，就是有点丢人。来吧。倩姐来了就不要动了。为啥？跟我有啥关系？来，站好。来啊，面对面啊，低头来。两个可以跳吗？倩姐，好，两个了。
郭晶晶。妈呀！哥们儿，我是有用意的啊，用这种招数耗掉他的体力。而且他说他可以跳三个人，我们再让他跳一次。何老师，你要参加吗？来，倩倩。怎么又跟我有关系？对，我们三个人，三个人来。哇，可以吗，晶晶？可以，加油！加油！吓唬我！哎呦，我天哪！哎呦，他是故意的。离近点，离近点，很近了。我知道他是故意的。没问题，没问题。加油！别动，别动，别动！接下来我们这个冠军奥利奥，这个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非常残酷。我们要考验一下我们冠军对于自己身体的控制和跳跃动作的准确性。我们要求冠军从两个杆的中间跳过去。哇！下面那根杆是1.7米，上面那根杆是2.4米，所以呢是一个非常难的考验。那在这之前，我们首先震一震我们的冠军队。我们掌声欢迎终结者队队长贾乃亮首先示范。告诉你们，跳高界在中国，在世界上不止你们三个神话。你们要知道，在民间还有一个咆哮的、变异的、内心狂躁的、祈求证明自己跳跃能力的贾乃亮。哈哈，笑死了！前戏好长啊，你。来，亮哥。亮亮，完美，完美！我跟你说，你这样，你准备好现金，我交给后期老师啊，大概可以花一笔钱把你批到从两个杆中间过去，但这个钱节目组是不会出的。我没跳过去吗？你跳过去了，是你是从下面。哇！我钻过去的。好，现在来到我们冠军队的能力展示。我们先派郭晶晶。好，晶晶可以吗？去吧，可以，随便玩一玩。我最喜欢看我们运动员那种自信的表现，我可以。哇！太棒了，行吗，队长？行行，太棒了！刚才那个动作非常的轻盈漂亮。何老师，我们其实还能更棒，我们王宇还能升高呢。各位，我们现在要挑战的高度，把1.7米调到1.8米，于是两个杆之间的距离将再一次缩小。好，现在王宇把眼镜摘掉了。
于是颜值升高了。可是问题是，他现在一下在判断两根杆的位置，如果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去跳是不行。确实两杆之间都很窄，然后我们跳高的话，背越式一般就是先往上走，然后再过进行过杆，这样子的话很容易上体会碰到那个上面的杆。说点大白话，说点大白话，很难。嗯，行了，对，就是行了，就过去就行了。现在这个挑战已经难到我们的冠军需要脱衣来面对了。看看我们的三位非常年轻的冠军到底能把我们的终结者队打得如何的落花流水。那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的锦囊争夺赛。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来宝冠军。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锦囊争夺赛，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冠军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会用一些非常有趣的游戏呢来让我们的终结者队有机会来赢取 vivo 非凡锦囊。相信我，那些锦囊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是的，我们首先把我们的锦囊升起来。现在缓缓升起的呢就是我们的 vivo X Play 六手机，我们看到颜值非常高，就跟我们的冠军一样。如果我们冠军赢一轮，就会拿走一个手机，也就一下灭掉他们三个锦囊，太划算了。第一个游戏呢叫做电力大作战，我们开始吧。我来简单的说一下啊，这样在一个垫子上用膝盖起跳，另外一个人配合，一二三，然后再一二三，一直到倒为止，跳完了之后谁的多谁就赢第一个回合，三局两胜。但是我觉得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说是有希望的，像我这种经常跪搓衣板的，我跟你说这个我是我的诀窍啊。哎，这个最关键的是塞垫子的人呢、啊、那是。好，两位做好准备，预备开始。我错了，我错了！一二三，我错了！快！一二三，我错了！你在干嘛？我准备三局，来，走！我去！哎，垮了！好，我错了！一二三，我错了！哎呀！我错了！好，停！好，我们来数一下啊，这边六个，这边多少个？十四个。哇塞！ Yeah! 我没有听说过一个运动要加油的口号是我错了。我跟你说，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这就是生活。在这方面，你要能赢过我，那你就比我更加的气管炎。我告诉你。现在6-14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第二轮派出的是谁？贵贵的。哎、来，贵贵的，我们非常贵气的王宇。好，这边我们是大勋和子峰的搭档。跪好了，姿势不对，跪好了。好，王宇加油啊！来，预备备，开始。哎，漂亮。哎，没马骑。哎，走。哎，等，跳，小跳。一二三，小跳，没事，只要不倒就行，没有时间限制。哎，你再跳一下，哎，好，你累死我了。走，哎，等会儿，
走走走，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掉掉掉。一二三，我错了。一二三，好棒，我错了。加油，加油，加油！往前，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最后一个，一二三，我错了。好，现在魏大勋已经完成了极限成绩。哎哎，好，好，时间到了。魏大勋已经完成了极限成绩。哇，没关系，没关系，你没垮就还可以再试。谢谢，别掉。哎哎，哎哎，等会儿。哇哇，好累。哎，走，我们队长坑我。中间我看白跳了无数下。他每次都塞一个白塞给我。有这个，哎哎哎，完美，好，完美，哇，可以可以可以，你也是会贵的。好，两边都再加上15个垫子，那这样也21比29，恭喜第一局是终结者队获胜。但没事，大比分还才1比0，那我们3局2胜。第二局我们的这个电力大作战呢，比的是平衡力，因为呢会在你们的手上放杯子，杯子里面有水，我们最后比的是杯子里面的水多，好不好？好，首先我们这边派的是倩倩，倩倩倩，我们这边派的是好琪琪，把杯子递给他们。国伟你怎么了？我怕他水洒我脸上。因为你帅气，对不对？刚化完妆。刚换着，哎呀，超级帅气的。如果我撒你脸上的话，哎，你就撒了，你好贵，他再帮我倒点吧，我已经撒了。反正以后全是碰你脸上了，碰你脸上了。好，预备，开始。啊啊！刚化完妆。你在干嘛？你在谁啊？一二三，给我跪下！一二三，让你再犯错误，老实不老实？以后啊，你跪倒！一二三，走你！知道错了吧？知道错了吧？你别住，别住，别住！你别喝了，你喝完又吐出来。一来，一二三，知道错了吧？来，再来，跳跳，哎，好啊。啊！全都淋在国伟肩上了。好，快再来一个。没了，没了，没了。你说什么？没了，没了。走走，快去去去。交给王倩，交给王倩。来，来倒进去。哎，匀他们一点，匀他们点。不用匀他们，不用匀他们。他们不需要让的。好，等会儿，等会儿。我天哪！给你们点，给你们点。给你们点。他们觉得我怎么哇？这么努力，这么努力，你中间不该笑场，你喷出去至少这么多，所以这一个回合获胜的是我们的冠军队。哎，我们是什么 ？TG Boy。啊，这么快！电力大作战前两个回合，双方战成了1比1平，最后一个回合至关重要。赢的那一队将直接拿走3个锦囊，所以呢，最后这个环节相对来说比较难。更难的是，这是一个双人赛，要两个人在垫子上一起跳，真的拼了，是拼了，拼了，好吧，大不了你俩抖呗，大不了你俩抖呗，拼了啊！来，第一个垫子怎么跳？跪的正跪，跪的跪，然后深情望对，深情对望，好。没事，你们俩要快倒或怎么样，扶我们俩头，扶我们俩肩都可以的。扶我头哥，我发型不用，不重要。你也没有发型，发型也不重要。我没有发型哦。现在双方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有一起面对希望，有互相面对面鼓励，到底哪个队能够获胜？比赛开始。我错了，你们错了，打我。再坑我们！一下走，哎，等会儿，等会儿，跳跳跳！一二，啊不，等会儿，不是，你俩要是拉着手，拉着手，拉着手，不，你太过分了！拉着手，我错了，一二三，我错了，快快快快快，一二三，一二来，现在双方都进入佳境，一二走。
冠军队已经挑战结束了，啊！赢了，我赢了，这边已经赢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耶！啊！来，紧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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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问一下近期发生什么？你刚才是好像是离开了垫子掉下来，我刚才弹出去了。他这个垫子我感觉比跳高垫子都有弹性。错了，你说错了，何老师，我知道他其实就是放水，我故意，我让给你们了，无所谓。别说那么直白。不好意思吗？真的就是我们是放水了，就放水了。好，我宣布锦囊争夺赛第一局电力大作战终结者队2-1获胜。耶，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哎耶，我们赢了，是我们啊。我就替你们高兴。你知道锦囊有多么重要吗？还乐呢。好，来，我们挑一个锦囊，我们的 vivo X Play 6手机。想好了再挑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所有冠军队灭掉的锦囊，我会告诉我们的终结者队，他们失去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道具。但是呢，终结者队赢的锦囊，我们会略带保密。首先，我们看一下 vivo 非凡锦囊。第一个是寸步难行，寸步难行，啊，一步都走不动了，怎么跳？找不着北，找不着北。下面，泳池派对，泳池派对，这个我喜欢，我是喜欢拖。来问一下国伟，你在电视节目当中的尺度是你可以到什么地步？脱衣服，脱裤子，脱裤子也可以是吗？他可以穿比基尼的。各位观众不要转台哦。好，祝贺我们的队长拿到了这三个锦囊。耶，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的锦囊争夺赛。锦囊争夺赛飞跃高箱，参赛者需借助跳板起跳，飞跃场中不断增高的鞍马。比赛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终结者队队内比拼，决出最强者；第二阶段终结者队最强者将与冠军对决，冠军队需要超出终结者队40厘米才能迎来最终胜利。在跳高的训练当中其实不会练这个项目，不会练这个，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更接近体操还是跳远呢？体操，体操，体操，是不是？这我的强项，我是体操王子，各位。是吗？我是体操王子的，小区体操王子，小心。那首先是我们终结者队的内部的比赛，我就先试，我来帮大家试一试手。加油！好，来，宋茜挑战120公分。加油，茜茜！加油！这算吗？对于宋茜来说算啊。明白了，懂了哈。队长，我觉得你忽略1.2米，直接从1米下一个高度，1.35米。下一个，对对对。好，直接加一个1.35米来。哥，咱们加两个吧。加俩。现在他们要求直接加两个，加30公分。再加一个，对啊，再简单。所以现在高度变成1.65米。这是我们冠军之间的厮杀啊，跟你们没关系，好吧？看着挺可怕。你们达不到的，你们达不到的，达不到的。那简单，来，给我上，加油！上垫子。这个回头，我是醉了。比赛最后的结果不重要，前面这些有的没的才是王道。
我只想知道是做到的，这是我的下意识，下意识的，我一不小心就想跪，这个是不算的吧？这个是不算的。现在目前呢，我们看到终结者队还剩两员大将，他们将要挑战1.8米的高度。哇！没问题。首先，李子峰挑战1.8米。好高啊！加油加油！但我觉得好高啊。那我感觉现在还疼吗？但我觉得好高啊。伤的那个地儿，我就这个地儿伤的，就我就你这个地儿。下面来，我来吧，我来了。魏大勋上，魏大勋上了。现在呢，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终结者队的能力者已经产生了。那接下来，冠军队将要开始出场比拼了。来吧，大我们直接从1.8米的高度，这个高度，对，哎，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随便两步就得了。好玩吗？好玩吗？好玩吗？给点面子不行啊！他让我走道的，啊？他让我走，他让你走两步你就走，队长吗？这是队长，你这，接下来我们挑战1.95米，活动一下就行。哇，1.95米他们当暖身呢。走过去吧，走玩，你散步呢，大哥。好，现在不好意思，李子峰要挑战1.95米，因为他有可能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来吧，峰哥，手往前放。变异的牛蛙绝不是浪得虚名。娃娃加油！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vivo X Play 6曲屏双摄新旗舰。本节目由乐享非凡的 vivo 手机独家冠名。本节目由智慧抉择冠军之响雷克萨斯智混动特约播出。看上智能，看上品质，节目指定互联网电视，看上一台听话的电视。下去之后就是因为落的时候，对吧？我们队，我觉得现在李子峰腿继续受伤了，刚才又我不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不要就直接挑战2.4米？2.4米。
哎呦我，太高了这个，太高了。我们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的一个跳马，这个高度是个什么意思呢？这停电打下来了。这个对于冠军来说，其实不存在什么优势，因为他们也从来没有练过这个。那个谁来，近期来还是谁来？好，王宇上了。各位亲爱的朋友，这好好的吧，好好的，别走了，快好好的。王宇再次出战，啊，加油，可以的。冠军们非常精彩的表现，所以这个锦囊我们输的是心服口服，好不好？对，虽然说心服口服，但是那个你看何老师，我们这边有三个都受伤了。嗯，哎呀受伤了，哎呀哎呀，何老师我脑子疼，哎呦心疼，郭锦谦，哎呀能不能，你也受伤了？哎呀，等一下那个手机里会有三个锦囊，能不能给一个？给两个呗。那你要请吃麻辣烫啊，姐。行呀。啊，就给你俩。哦耶！哎呦，我们三个很能吃的。谢谢。大气。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们俩被队长卖了。我先来为大家公布一下这三个锦囊的名字，然后由冠军队决定灭掉哪个锦囊，然后我会告诉你那个锦囊是什么意思，剩下的两个锦囊依然保留它的使用方式，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非凡锦囊。第一个叫独角戏，第二个叫做半途而废，这靠谱，这靠谱，半途而废靠谱。第三个叫做鱼跃龙门，就把独角戏给灭了，把独角戏灭了。我们灭独角戏，这么快？独角戏确定了？我一看我就知道是啥了。我说句实话，我看了一下，独角戏是这三个锦囊当中最弱的一个。你们真的是了不起的世界冠军，这是命得认，人太好。我公布一下独角戏的内容，是单脚助跑，使用者也需单脚起跳。听起来好像那两个是吗？待会儿你会知道。好坏的笑容啊！带着这五个锦囊，终结者队信心百倍，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式比赛，超越自己，来吧，冠军！那腿能跳吗？还是稍微有点问题，他给咱加那些包袱，那些锦囊怎么弄？锦囊都什么来着？还有一个那个勇士派对，总不会让你把两个脚绑上吧？不可能吧？正式比赛的规则到底如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迫不及待了，已经。啊，你这个是勇士派对，他拿这个很容易碰杆，太夸张了。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让你找不着北。走走走。哇，这话他完全就可以一下就没有成绩了，把他们体力给耗尽。你说他们怎么玩战术？把锦囊放在第几个？我觉得现在估计会针对我吧。没问题，你别弄得把我都弄紧张了吧。亮哥，决定承受特别屈辱的结果吧。完了，哥，下面多少？一米三，一米三，一米七，一米七。
2米05，最完美的量子弧线。赢了，赢了！今天我们忍者神龟组合必胜胜。来吧，兄弟们，我们是什么 ？T G Boy。超越自己，来吧，冠军！有请双方运动员入场。现在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在正式比赛之前，请两队呢来鼓鼓士气，叫嚣一下。好的，现在我们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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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忍者神龟组合，我们的英文名是 Perfect for Wonderful Way。Unbelievable 假 ，Yeah。过来过来，一二三，女强归女强，赢也没商量。我不知道什么是粘稠情况，但是我们肯定能赢，因为我们是。你出来了。因为我们是 T.T.Boy。小雨和小琪也不容易，没有一次是心甘情愿，但每次都做了。好，经过了一场嘻嘻哈哈的叫嚣之后，接下来才是真正真刀真枪的比拼。第一局的正式比赛马上开始。正式比赛分为两局，终结者队赢得其中任何一局，即算终结者队获胜。正式比赛第一局，单人对抗赛。这一轮我们的大规则是，终结者队可以使用跳板助力跳高，而我们冠军队是正常跳高。赛制采用两队交替挑战固定的高度，我们起跳高度1米30，每10公分作为一次递增。冠军队先来挑战，你们要派出的队员是谁？王宇。好，王宇。我们终结者队派出的是谁？我们婆婆。I believe 婆婆，不可思议的我。首先我们请裁判来帮我们确定高度。报告仲裁，高度丈量完毕，现在四条高度1米30，可以开始比赛。谢谢。来，可以开始比赛。王宇，1米30的第一次挑战。我觉得一个清华学霸，如果不是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应该不会做这种轻飘飘的事情。哎，你可以在空中摆个 boss。 啊，对。哦耶，亮哥。我也是北京电影学院学霸。我来。可以的。这是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位运动员安伯利伯伯，抚摸着他并不存在的鬓角。这位安姓的运动员出发了。他没有给自己的母校丢脸。我们赢定了，我的脚感特别好。刚才三位好像有一刻的迟疑，发现这个跳板带来的帮助好像比想象的要……那也没有用，那也没有用，也赢不了我们。对对，我们赢定了。他们可能自我状态感觉好，其实不好。各位，冠军队认真了。之前他们都说，哎呀，你们厉害，你们厉害。现在开始说，我们你看认真了。因为在乎。他们着急了。对。他们急了。他们急了，来。他们急了，我们急了。好，我征求一下各双方的意见啊，有没有想要一下增加20公分的人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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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增加100公分。好，王宇，1米50，去吧。他还是跨的。对，这还是跨的，完了，还没背呢，不自量力。
来，现在贾乃亮准备1.50米的第一次试跳。我克服了心理障碍，我知道，因为当你自由飞翔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一片空气是多么的静，让你感受到了一片净土。我明白，那是属于我的空间，是属于我的高度。我刚才看到一瞬间，你眼睛湿润了，是不是那种特别感动的感觉？我真的能感觉到。我明白，但是才1.5米啊，才1.5米啊。那现在我们怎么的？1.6米，1.7米，1.7米。我不敢相信这个要求是亮亮提出来的。好，接下来1.7米，贾乃亮上场。变身了，愁死了你！这是什么？各位，到目前为止，我们双方运动员都是一跳成功。接下来1.80米，来，王宇，做好准备。亮哥，决定承受特别屈辱的结果吧。我觉得我能跳到刚才那个结果，我此生无憾。次过一次过啊，要感觉要高度，打击对手。开始。跟亮哥握个手，对，跟亮哥握手，跟亮哥握手，亮哥，别紧张，你们可以的，何老师，没关系，哎，来，不管你跳多高，是我通过我的努力，我会在空中画出最完美的亮式弧线。不要记住别人做了什么，注意力在我将要做什么。没错，明白吗？我要把体育精神跳出来。你忘掉王宇刚才有多帅，我们来看一遍刚才王宇的回放。哇，你看他跑的那个，哇！哇，这个肌肉，你看这个肌肉线条，这个线条。重点是他在离那个杆极远的地方就已经飞起来了，好像在水里面的感觉。没事，我们贾乃亮记性不好，他已经忘了，对吧？我不光忘了，我还看不见了。有人在吗？好，接下来是我们亮队长的1.8米的尝试。差不多，1.8米差不多了。可以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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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试跳，没问题的。这就是贾乃亮的能力，对不对？
对，谢谢，我们的骄傲，谢谢，最棒的。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高度已经非常非常可观了。王宇，看着我，看着我，看着。王宇，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这要怎么干？明明把人家头放在这边，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是怎么想的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1米9，好，王宇。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你也可以的。我反正顺其自然吧，亮哥。现在到我们亮队长的挑战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你要不越来，亮哥，忍者神龟的必杀，必杀！你有什么关系啊？是我。好，就是你，你是忍者神龟吗？迷路了啊，不好意思。现在贾乃亮开始挑战第一次1米90，我觉得他能跳2米，我也觉得，加油亮哥。一跳成功，这就是贾乃亮的能力。谢谢我们的骄傲，谢谢，你是最棒的。我会在空中画出最完美的亮式弧线。我们感觉好可惜，其实只差一点，你肯定能跳过去。可以的，完全可以的。你其实我有点腿抖，我害怕了，有点刺激自己。但是没关系，我是最棒的，打我，打我，打我！还有这样，哇，打！好，来吧，去吧。好，呀！贾乃亮发起了第二次的挑战。入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是刚才有点太过刺激了吧。下了别播，下了别播，下了别播。 好，这段别播别播，谁也没看见，没不看，因为不能播，所以我们看一下回放，免得大家忘了，好吧？别播啊，别播，就看一下回放就好了。来，各位注意他的表情，嘴微微撅起，颇为认真和性感。第一次是杆的问题啊，第二次是板的问题啊，第三次没有问题，对不对？对，来了，加油，亮哥，亮哥加油，加油！开始。别急，别急，别急。大步。别急，别急，别急。大步。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来，掌声给贾乃亮！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亮哥，你的精神真的感染了我。对，真的是。我必须要告诉我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我们来宝冠军的朋友们，其实这是一次相当接近的比赛。当然，我们知道冠军队还有很大的空间。可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一点，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终结者队一个锦囊都没有，他们只是用了一个跳板作为大规则的辅助，所以这也是我们终结者队在我们来宝冠军越来越自信的一种体育精神。是的，我们相信亮哥可以做到的。
第一局没有挑战成功，没关系，我们进入到第二局。接下来我们的团体战，我们给双方加油，加油！正式比赛二，跳高团体赛，我们终结者队的四人将共同迎战冠军队的三人，每个人一共有两次不同高度的挑战机会，以这两次挑战成绩当中最好的成绩作为个人的最终成绩，两队的高度总和相加，总高度高者获胜。同时补充一个重要的规则，冠军所报的高度必须依次递增，而艺人因为对自己的能力并不了解，所报高度可忽高忽低。我们现在所有来宝冠军的朋友们用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加油。接下来我来宣布比赛的顺序，第一位上场的运动员，宋茜，加油，你最棒的，倩倩你是最棒的，加油，倩倩你先报一个，这么高啊，你报，不你报，你自己报，你报完他帮你调，对，他报一米，你干脆报一个当下的位置就完了，就到这儿。以我的经验，一米一没问题。一米一，因为我们在大本营跳过。一米一，你跳过去了？我们用跳板跳的。啊，帮他降到一米来。报告仲裁，现在四跳高度一米，可以开始比赛。宋茜的第一跳，宋茜加油！最棒的，没问题的，100%没问题。热身跑起来，热身跑起来。过了，膝盖打到了，没跳起来，就差一点儿。有戏，没跳起来，有戏。再一次，再一次，没关系，你可以的。90公分吧，90吧。第二跳，宋茜，宋茜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克服心理障碍。奔跑吧，小妞！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有成绩的运动员，终结者队目前积累成绩0.9米。接下来第二位运动员贾乃亮，来，我就挑战这个，来，一米二，好，贾乃亮的第一次跳，可以的，忍者神龟，可以，好，贾乃亮的第一次跳，他去了。好怀念那个跳板，是吧？有跳板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很怀念，很怀念，肯定。对。好，现在是贾乃亮的第二跳，好，贾乃亮第二跳成功。好，祝贺贾乃亮1米2，很棒了，很棒了，很棒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运动员是今天还没有好好跳高的张国伟，他真的可会了，他刚才不系鞋带，现在出来了以后要当着大家的面系鞋带，因为知道这个时候镜头将要聚集到他的身上，而且他也知道在他系鞋带的时候观众的掌声不会停，但
是我要给他一个锦囊哦，送你一个最喜欢的。加油，加油！泳池派对。泳池派对是冠军需带着游泳圈。哎呦，他这个也选你，忍者神龟的那个。哎，人家戴上就感觉很不一样哎。现在挑战的高度是1.60米。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vivo X Play 6曲屏双摄新旗舰。本节目由乐享非凡的 vivo 手机独家冠名。现在挑战的高度是1.60米。1.85米吧，1.85米了。看着我，国伟，我疼，疼是不是哥的？完了，哥，你这些全让他学着了，我这几招全被他给学走了。队员们都在躲，不想看他的眼睛。来了，他来了。刚才这位婚礼司仪把自己的发带送给了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宣布成绩。经过前面三位运动员的比赛，终结者队宋茜0.9米，贾乃亮1.2米，目前积累成绩2.1米，而冠军队张国伟的最好成绩1.85米。接下来第四位上场运动员魏大勋，下面多少？1.2米，来，大勋，没有压力，我们是领先的现在。镜头，镜头给我。魏大勋，如果你过去拜那个杆，我就打你。大勋加油！魏大勋开始，看着我。各位亲爱的朋友，此
此刻的魏大勋犹如是张国伟的翻版，每一个动作都照样做了一遍，虽然有所缩水。现在终结者队已经到了3米3的高度了，那接下来我们下面有请郭晋奇，有请。去，你要哪个高度？1米4。我要给你力量。给他力量。给他力量。去吧，宝贝儿。太厉害了，好，一米七啊，一米七吧，一米七，不成功变成人。用技能，让你找不着北。现在，终结者队使用锦囊找不到北，20秒内使用者需捏着鼻子原地转6圈，并完成起跳。准备，开始，1圈，2圈，3圈，4圈。5、6，好，6，现在时间是秒，走走走走，好，现在还剩3秒，快跳快跳，来了来了，5、4，哇，哇，还带起了一片花瓣。请大家看我的 vivo Xplay 6手机，它用了19秒6完成全部的过程，挑战成功。好，现在双方各胜1名运动员，终结者队李子峰，冠军队王宇。目前双方的成绩，终结者队3米3，冠军队3米55。很简单，只要李子峰能够赢王宇，他们就赢了。就靠你了，就靠我，就靠你，别让自己，不要挑战他们，放先放一米三，先放1米3，对，李子峰第一跳，来，加油，李子峰加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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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了脚，我左腿不敢发力，李子峰加油，哎呦，哎呦，差一点，差一点。他后腿不敢蹬，脚不敢蹬，很疼。原地跳吧，原地跳对你的那个受伤的脚压力小点。好，我再试一次。因为腿受伤的关系，采用的是原地跳跃的方式。啊！对，加油！过去了，有高度，有高度，有高度，就往前走了。可以挑战，最后一次，来，李子峰挑战第三跳。我觉得这种挑战了，这个精神真的特别好，这就是田径精神。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们跳高的精神。可以的。要尝试3次，给我机会我就试下去。掌声给李子峰，谢谢。太棒了，太棒了。好，现在李子峰的挑战之后呢，我们终结者队的高度变成了4.6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的王宇呢要挑战1米05才能够赢，压力太大了。我觉得他跳不过去。我们王宇第一跳跳多高？来个2米吧，来个2米吧，先来2米。2米没问题，阿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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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王宇尝试2米。
各位，我们还有压轴的一票，来自我们冠军队的王宇，要挑战多少？2米05。两米零五，来。开始。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终结者队四人团结协力完成了他们没有尝试过的高度，最后总和是4.6米，来掌声。很厉害了，很厉害了。而我们的冠军队在身体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尽力拼搏，三个人一起加油，最后的总成绩是5.6米。今天的冠军依然是我们的冠军队。我们是什么 ？TFBOY。我觉得相比其他的运动，可能跳高更像是瞬间的一种力量，好像更难用我们节目里面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一些策略、一些技巧，或者是一些规矩来实现一些所谓的奇迹。好像跳高这个运动就是必须要靠长时间一点一点一点的训练，所以呢就更对我们的三位的运动员、三位的冠军产生浓浓的敬意。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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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能更多了解跳高，然后更加的去欣赏跳高，然后有更多更多人愿意加入这个跳高的这个团队里面去。但凡是黄种人都想超越2米40，因为跳过2米40的人只有白种人跟黑种人。但我要告诉他们，黄种人一样能跳2米40。好，加油！我觉得跳高可能会没有那么的激烈，但可是没想到，当我们真正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真正了解了这个运动，就发现原来其实每一个运动可能它都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原来我想我很难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里，因为你对他们的了解太少了，可能他们最美的时候就可能那一个美丽的瞬间画一个美丽的弧线就过去了。可是我今天认识之后真的让我觉得太棒了，从内心我衷心的祝福，希望他们越来越好。好，来，我们用我们的 vivo xplay 6来合影。来吧，冠军！我们一起加油，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下一期的 vivo 来吧冠军，我们下期见。有请我们的刘翔、谢文俊，直接挑战吧。这一次的不公平程度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赖皮赖皮，就是让我来打败冠军的。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观看独家完整节目视频。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新浪网、微博、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新浪体育、搜狐体育、网易体育、虎扑体育、云民网娱乐、新华网娱乐、光明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粉丝网、大公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一点资讯、大个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感谢手机百度百度第800多百科、兴趣部落、QQ 音乐、酷我音乐、美拍小花秀、秒拍、蜻蜓 FM、天籁 K 歌、快手、滴滴出行、搜狗输入法、应中国移动新闻早晚报等平台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是生活的冠军。